我终于又看见你了，阿衰。哎，你说我们是不是年龄最小登上太空的人？希望能顺利返回。回来就结婚。你到法定年龄了吗？那就订婚。不行了，这里氧气泄漏，快去逃生舱。逃生舱的氧气只够一个人返回地球，你要活下去。从那天起，我的世界里再也没有阿衰了，而从此我的研究方向只剩下一个，穿越时空去见你。我见到了很多个时空里的你，可我只能一次次看着你离去，直到这一次，以占卜师的视角，这一次终于可以说那句话了，要好好的活下去啊。